简历对战四名玩家，简单，放弃。就可惜 FB 不能开台画画，就只能玩你画我猜啊，或 Happy So 的画画啊，那种画画性质的游戏才行。哎，怎么都你们几个啦？换个人嘛。你是说什么？我靠，忘记那是什么游戏了，《亚瑟王》那个吗？那个我也想玩啊，可是那个开伺服器，那时候 Amigo 没有半个人研究出来啊。哎，你太早放了啦！不是说等箭头跑完再放，还是可以放了，可以了吗？哎，不是说等箭头跑完再放，就你。还是因为刚刚进有进来的问题，进是不是你害的？等箭头跑完再放。之后会在 YT 直播吗？之后、哦、我想笑、哦、除非画画啦，只有我现在只剩下画画可以在那边开台了，聊天的话就像开这种东西在这边聊天啊。教主有听过看，你可以不要打英文吗？你们可以打至少翻译成中文的游戏或什么东西给我看吗？死亡之日是什么图片？哎，这个我有加愿望清单呢，还是我已经买了啊？我看一下哦，因为我昨天有看到。哦，我只加愿望清单，我还没买，我那时候在犹豫要不要买。特价现在180嘛，这个我有想过啊。不然就是私下吧，等就是像礼拜二固定开完台之后再来玩这个，也可以啦。好玩哦，好啊，那不然我晚点来买。哎、欸，少一个位置哦，不是少一个，少一个人哦。干，减一。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没有怪你们，我只怪我自己，我英文太差。对不起，我英文差，我道歉。哦，你去赚钱了，对不对？觉得钱很重要，我想去赚钱。我觉得钱真的很重要，我想去赚钱买 skin。哈哈，好。哦不，我刚在 P 四 ，no。请等箭头跑完。好了，各位可以放了。感谢，这到底是点喜欢还是点分享？这应该是点喜欢吧。感谢，害我每次都讲感谢分享。可以放喽，可以放喽，可以放了哦。嗯，
哎、欸，这个模式是直接把钱花光没关系啊，这个钱不会再加了，所以要赶快花一花。这个就是我平常挂网在玩的模式，所以钱花一花就可以挂网了，然后就可以聊天了。你们好，我切个画面，等一下，我去看看小林有没有敲我。啊，干，根本没敲我啊！五花马。啊，小林你也没敲我啊，还以为你有敲。结果。网路漫画，哪一种网路漫画？你是说海贼王吗？网路漫画，我之前有追赖的一个啦，叫骰子还叫骰子，可是我一阵子没追了，因为故事到后面就有点开始有点不知道怎么讲，就没有再看了。还是说其他的网络漫画，网络漫画哦，别说网络漫画啦，我好多动漫都还没开始追完呢、欸。之前我的英雄学院也只就是一季只看两集而已，就是在工那个台中工作室，可能吃个饭看个一两集而已，就没看了，一直想找时间看，想说。明年开始至少有时间看了，结果开始签 FB 之后又发现又没时间看了。我想说，我应该可以花个一个礼拜把全部的英雄学院全部追完，就发现好像很难。看起来好像南方四剑客。哎、欸，我叫你本名你。不是本名啊，我要叫你，我可以直接叫你那个吗？你网路上的名称吗？啊，你怎么有空来看啊？哈，你有没有买？你要不要买？这款很好玩哦，这款就是守塔。对啊，你很棒耶，这也表示我们认识五年了呢。哎、欸，菊玉。你有没有买啊？18块哦，我可以私下陪你玩哦。没有啊，你前天找我玩游戏就刚睡醒，然后睡醒就开始剪影片，然后你就剪的差不多才回我讯息。啊！我跟你认识有这么久吗？我觉得五六年差不多，怎么会七年？我去看一下我粉专，等一下哦、喔。我找一下哦、喔，相片，然后相片，显示全部。白痴，不是这个啊，显示全部。我的封面图咧，哦，在这里，我看一下哦。2014，对啊，我们是2014年左右认识的呢。你跟彩彩怎么会是七年？你也太强了吧！哪有？没有吧？你记错了啦！
你记错了哦。吧。来来来，我在跟局叙旧，他记错了啦，笑死欸。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，太好笑了！我觉得，拜托，我记忆力很强哎、欸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很要怎么讲，真的2014啦！来来来来，我贴这张给你看，这张是我们那时候刚认识的时候为大家画的图。好吗？好，结束了。哎、欸，开始中等喽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很多那种纪念日我都会记得很清楚，所以兔子才跟我讲说我不要这么记仇。那重点是我也没有记仇啊，我就是很多怎么讲那种纪念日什么的我都会去记啊，所以我也觉得我不像个男生，你知道吗？也不算纪念日，就是有些对我很重要的一些日子，我觉得重要的日子我都会去记啊。居然可以连线吗？可以啊。娘娘要不要玩？你要玩的话，我可以手把手的从头带你玩哦。我昨天有看到你来偷偷看台啊，那时候想回应你的时候，发现你好像已经不在了。我等级当然输啦，我才玩四天不到欸，这个是玩了很久的好吗？没有啦，就要怎么讲，很多回忆吧，比如说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啊，或是其实我不是也不算记仇，我反而是很珍惜那些时光。要怎么讲，就是可能他第一次打我脸巴掌的时候啊，那时候是他真的不小心。那再就是第一次看电影啊，然后看电影是看哪一部啊，然后看完之后我们又去吃什么啊，或是看哪一部电影让他哭得最难过啊，类似这种东西就会比较印象深刻啊。那你也可以，你也赶快推巧克白，因为这个游戏特价到4号，现在18块钱，所以可以赶快揪一揪。这个游戏越难，
然后就越考验我们就是朋友之间的那个什么激情嘛。没有，因为他那时候打我脸巴掌的时候，他那时候很错愕，他吓到，因为他真的只是想打蚊子，然后那他错愕的那张脸真的是很可爱，他自己都吓一跳的那个脸。天国广播电台啊，耶稣拉汉，记忆力好好分我一点，可是老了啦，我现在记忆力越来越差了。拉汉还没开台哦，8点半了哎。哎，少一个位置哦，阿威进来哦。现在是中等难度喽，你等下进来打过关卡，你的铜牌就变成银牌了哦。不是我太 M，我就跟你讲，他那时候那个表情是错愕的那种，所以我那时候就拍一个影片，不是吗？你为什么要打我？然后他就笑得很开心。因为刚吃完，而且我最近我也想转学。你要转的话，我懂了。我等下敲你好不好？还是你现在敲我 DC？反正现在这个我真是轻松玩，因为有大佬带，所以我可以边聊天边跟你讲。如果你真的要转学的话，我可以先跟你讲，然后再看你之后做的决定啊。哎，我好像找得到你，我先敲你好了。跟拉汉叙叙旧，发呆，没关系啊，我们就聊天，就聊天，谁又赖我了？知道家乐福附近吗？新市镇吗？啊，你真不是给我 IG 网址？等下，我突然发现 LINE 有四则讯息要找。对啊，突然，菊也来了，拉汉也来了，娘娘也来了，天呐、啊！然后赖又有四则讯息，哇，今晚怎么那么忙？我的位置很差，大家小心，你在哪里啊？你是 P2，没差哈、啊，我们没有过就怪你哈、啊、哈，你是我们最后的防线。
没差，至少这根树桩是我的舞台，嗨吗？很嗨啊！就跟我那时候我的生日影片一样啊！我想不到的一些人都出现在影片里面，我那时候真的差点哭出来。就看完影片之后，沉溺在往事一些事情。啊，现在想想，我又开始想往事了。稍后再说。啊，对了，学妹，我反而不太会用 IG 哦。我真的不会用 IG 欸。而且为什么我打开是看鱼竿的 IG 啊？为什么我打开是看鱼竿的 IG 欸？而且是7月19号的 IG， 为什么？老人才回味，不是啊，我觉得怎么讲？我就是那种舍不得，不是也不是舍不得，可能就是那种老人家说啊，那个垃圾丢掉就不要什么啊，东西坏了再买新的就好那种感觉。可是就是会舍不得一直拿着旧掉坏掉的玩具在手上那种。好白痴哦！你贴 IG 给我，却不是贴你自己的 IG 给我，啊，你也很白痴呢。然后嘞，是要点你的追随者吗？